宝文从小学武术吗？对。你给我们讲一讲在哪儿学的呀？我原来是四川武术队的，省队。四川人啊？对，省队的。成都人吗？我是重庆人。我可爱听成都男孩说话。你是可爱听成都男孩说话吧？男孩。好玩了哈。都学的什么拳啊？学了挺多拳的。算我没说。譬如说。螳螂拳。刀郎拳。螳螂拳。螳螂拳。对。八卦掌。还有鹰爪拳。就是，你跟郭老师是的，我们学的东西比较全能。那咱们可能算同行，人家他们老说我这人太八卦。欲才子岂可交臂而失之？你给我们练一个吧。练一个吧。好，来一个。好。你这样，你教教我，你看还来得及吗？好。哎呦，这个那太……你看我这个挨打的状态。特别好。你请宝文到这边来，来。鹰爪吧，鹰爪。没事，你不用大摔大打。哎，对对，温柔一点，摆几个架子，我们来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就介绍一下，那我来的这是什么，是什么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我现在打的是螳螂拳。好，我们就是在华山的顶上，我们要斗一斗剑，看谁剑啊。然后你看我这状态就是配合你的，你这是螳螂拳，我这是农药拳。他们几个谁还会打？东东打得特别好。来吧，来吧。我们在戏里边的动作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完成的。真的呀？不用，没有替身，没有替身。来，东东，我就会说了。来，嘿，你家就看这个，快来，来，给他送上去。来，来，东东上这儿来，我问一下啊。不，这好家伙，恢复的不错啊！东东今年贵庚多大岁数？三十。这还得想啊！你看我脱口就说24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你也是从小学武术吗？对，我是学舞蹈。那更好了。学什么舞蹈？民族舞、芭蕾舞。都行是吗？对，然后那你先来，然后后来又喜欢武术，到现武术一会儿再说。到现在就是废物。没事，不着急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武术您学的是什么门派？瞎学。太好了，啊，这是等于是脱离开所有中原武术之外是吧？对。瞎，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？我劈叉就得了。你还能劈叉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刘东老师给我们劈腿。我来配音啊，刺啦！哎呦！郭老师来一个，郭老师来一个，来一个！我这先，我因为今天后面还有别的嘉宾，我就不冒这个险了，好吗？我这来好点也是事儿。